接下来我们欢迎另外一组的舞团表演。没错，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由7到10岁的冒险王所组成的 GC Crew 舞团。我们掌声欢迎 GC Crew 舞团，要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欢迎 GC Crew。GCQ 很热烈的演出，谢谢他们热烈的演出，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吗？所以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想要加入星星国或者是冒险王的舞团，我们都邀请大家能够到我们的服务处，或者是到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报名，让那个我们的活动能够告诉你们，分享给你们。因为我们不仅是让孩子们能够有舞蹈上面的表演或是才上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每一次的训练里面都能够有品格的教育，让孩子们也能够里面跟外面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所以今天的早上我们就邀到星星国，大家可能有些人已经错过了，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欢迎他们出场。我们要再一次的掌声欢迎我们的